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联合会是由台湾40多所大专院校校友会组成的，目标是关怀校友，增进彼此的感情。校友会每年都会办理许多校际联谊大型活动，6月24日即将举办的仲夏舞会更是大家期盼已久的活动。第一个就是在即将在6月24日举办的仲夏舞会，我们目前已经紧锣密鼓的在准备中，在筹划中。那地点是会在Santa Clara 的 Convention Center， 可以容纳800多位的观众，还有爱喜欢唱歌跳舞的朋友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。我们这一次呢，节目安排得非常精彩，有爱九九乐团，还有就是 Silicon Valley Valley Band 来共襄盛举，然后我们还邀请了好几位能歌善舞的朋友们来做表演。